boss 讲，即卖吼骗骗骗，你骗我骗，大家都在骗。你若拄着诈骗集团，甲你骗的，迄拢是假的。幽默诙谐的口吻，逗趣夸张的肢体动作，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别与绰号黑面的本土连续剧艺人携手合作拍摄宣导短片，要深化民众的反诈骗意识。用我在讲这个笑话的那种比较幽默的口吻呢，把它呈现出来，哦啊，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像猜猜我是谁啊？他就打来，哎呀，你也记得我上不？还是说啊，你今麦恁囝伫我的手头？我就跟他讲嘛，阮囝是做搞食饭的，你甲买两个便当给食食咧。我是希望说，能够用口语化，让我们本土艺人这种表演方式呢，让所有的好朋友，而且欧巴桑、欧巴桑，较侪会一听的，就讲。卖个光啊，卖个去用骗你啊！宣导影片总共八集，以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绑架、ATM 解除分期付款设定、假冒公署等等，作为每一集的主题内容，告诉民众应如何防治。因为受诈骗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我们希望透过他这种诙谐，然后接近基层，而且本土的形象，能够帮让我们一些老年人减少受骗的机会，让民众能够吼。很清楚的了解到目前的受骗方式有那七大类型，也让民众减少民众的财产损失。目前第一集已正式上线，民众只要上新北警好站的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之后每周推播一集，欢迎市民朋友多多分享给周遭亲友，减少受骗机会。中嘉新闻张颖勋、朱允嘉板桥报道。